真脸嘛。这边是广告脸啊。背着看板转一圈，确定只是白脸变黑脸吗？海报上短发可人、清秀的微笑少女本人站在旁边，哎，遭网友很酸，是帮女儿被骗，妈妈带女出征吗？修图修很大。以前是蛮像的，没有办法像名媛出门那么美美的啦，所以有时候稍微会有点照镜体。王志雅超自信，但比一比，大眼挺鼻子变小眼肉鼻子，白皙纤瘦变蜡黄福泰。王志雅人坚称只是体重问题，誓言三周之内要瘦3公斤还清白。如果没有减重成功的话，就是要在万方捷运在5月4号的时候开放200杯的优切绿茶给大家。参选人拍形象照修图在所难免，艺人老将大方承认，必定要求眼睛放大，美肌开最大，把皱纹雀斑都消失。你看这个这么大嘴巴，就一定是像我了。选民啊，他可能没有机会碰到你本人，他可能要看照片来决定他要不要投给你的时候，所以这时候的照片就非常的重要。选举到了看板大战，凭颜值吸引眼球注目，但别让选民看见本人吓一跳，问说你哪位？记者张长春闻台报道。